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开拓有益魔法，负责的小桶等价交换的同道抽象，大鸭鸭变丑小鸭，星穹铁道 2.4 活动攻略。打怪活动第4天，难度1。依旧是挂自动就行，就跳过了。难度2，有自己的角色可以带自己的。也是挂自动就行。